有一个人名叫沉默，独自靠在墙的角落，看着人群，听着旋律，不知他在想什么。在舞池里，有人快乐，有人忧伤，有人哭泣。在舞池里，有人拥抱，有人孤单坠落。谁不是十个月怀胎的灵魂人物来到这个世界？谁不是岁月所累积的顶尖人物？在舞池里，有人快乐，有人忧伤，有人哭泣。在舞池里，